小朋友们早上好，老师早上好。今天老师要上千岛娃娃课，我们先看白板上的生词。在白板上呢，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有一位女孩，对吗？那女孩她在做什么呢？她在坐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她在哪里坐下呢？她在椅子的上面。坐下，对吧？啊，在椅子的上面。啊，我们先看生词，这是上的字。啊，上是阿达，啊，在坐椅子的上面。啊，上是阿达，我们先读一下哦。上，上，上，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女孩呢，她是坐在哪里呢？它是坐在椅子的下面啊，下，下是巴瓦啊，下是巴瓦下。你看这位女孩她坐在椅子的下面，对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们看字，这是下的字，来我们一起读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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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下是巴瓦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生词。啊，下一个生词呢是钱。钱。啊，钱是的半。啊，像这位女孩，我们看到的是她的前面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呢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它是我们前面的部分，前的半。好，那下一个生词呢是后，后，